热不热？超热，超热。还有两碗汤。好吃哦。好吃吗？好吃哦。香不香？好香哦。好香哦。两个，三颗啊、哦！你刚刚吃什么？我吃大蒜。你觉得口感像什么？就是它的射精爆炸，喷出一点奇特的味道，不知道什么味道，但好吃。那你猜它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它的名字叫鸡佛。敢不敢吃？敢啊！是好奇怪的味道。为什么好吃？对不对？嗯。
在哪里？水中间。水中间。元素。啊，电视在那里。你没有介绍一下，你要准备玩手机了。嗯。是。猜猜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看看。哪有人用沙发把衣橱挡住的啦？抱歉。没有在嘉义生活过，没有在嘉义生活过。好热闹Thank you.
超高天花板。Thank you.
正哦，你看都很大只哦。来东石就是要来吃。是啦。是啦是啦。对，有鹅的味道，鹅的味道，肉很香，烫吗？小心吃。哇，好吃吗？爆汁，鹅的有没有爆汁吃？很好吃，烫的。我们吃完这一餐，我们就要北上哦。对啊。结束这次嘉义的两天一夜快闪行。对，好吃哦。下次见。